帮忙。谢谢。你代表多简单。屏南地区杰出经理人暨第七届特殊贡献奖颁奖典礼即将开始。
非常精彩的演出，高雄人真的是人才济济，在开场表演就足以展现高雄软实力的真正发酵哦。刚才演出的曲目是歌剧《魅影》，是由我们知名的钢琴家陈希颖老师所组成的新古典室内乐团，里面的成员呢全都是留美回来的音乐硕博士，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从小在高雄土生土长的高雄音乐哦。所以是不是我邀请各位再一次用热烈掌声来谢谢他们的演出，来宾请掌声鼓励，谢谢。大家好，我是今晚晚会主持人蔡文志 Louis， 很荣幸能够担任第九届高屏南地区杰出经理人及第七届特殊贡献奖颁奖典礼晚会主持人。各位长官、贵宾以及各位所有的颁奖者 大家晚安，我是高雄市企业经理协进会常务理事胡丽香 Grace， 很高兴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为大家服务。是的 Grace， 你知道这次颁奖典礼的主题是什么吗？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拿到一份纪念手册，纪念手册上面有四个字叫共创共生。没错，今年高屏南地区杰出经理人颁奖典礼主题就是共济共生。印度人相信啊，两河交汇的地方一定是圣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是神圣的。人类自演进以来不断的战乱竞争，一直到学会我们彼此的共创双赢的局面，共创彼此美好的社会，这就是今年共生共创共生的主题意涵。我们透过这样的主题意涵呢，能够激发我们所有优秀的经理人能够带领企业共创更美好的社会。不仅如此哦，我请各位看一下桌上是不是有花生呢，是来自云林的花生，还有呢是高树大树的有机凤梨，高端隐喻带给我们共同营造共创共生的成长跟氛围。委员来到现场，我们请一掌声鼓励。高雄市政府李永德副市长，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赵建明副处长，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林英斌副局长，屏东商业技术学院林俊生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李福登董事长，政修科技大学方立行讲座教授，中华民国企业经理协进会徐次亮常务理事，中华民国企业经理协进会张德昌副秘书长，OK， 今天我们还得到一个非常重要贵宾的贺电，我们副总统贺电在此，我们主持人在这边念他，然后让大家知道贺电的内容。高雄市产业发展协会龚理事长俊吉，企业经理协进会赵理事长定瑜，都会发展文教基金会黄董事长熊辉，跨世纪跨业合作交流协会林理事长常义安，文创产业设计联盟学会林理事长俊熙，工业总会蔡理事长胡进，官们来为我们鼓励。首先我们要邀请到的是高雄都花发展文教基金会黄炯辉董事长，主持人，我们尊敬的杨政委员邱先生，以及在座的所有的举办的一个理事长，以及诸位贵宾，我就不一一称呼，以及在座所有的嘉宾，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大家能够齐聚一堂。那么我们几个协进会啊，那么共同主办的，这是第九届的高屏南杰出经理人的一个整个颁奖。
那么我想说，在这两年，大家高喊着22K、25K、28K 的薪资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其实台湾，尤其我们南部啊，整个的一个杰出的经理人是非常的多的。我们希望借由今天这样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举办，让更多的优秀的经理人能够被表扬，也能够站出来，往后提供他什么宝贵的一个经验，提供给政府，提供给很多的一个后进来做一个参考。我希望政府呢更能够珍惜啊我们整个优秀台湾的一个整个优秀的一个整个人才库啊，不要让它继续的外流，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表彰大家能够跟留台湾啊。因为今天晚会的这个节目非常的丰富，我就不讲太多啊。以上，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好，杨政务委员与副市长，我们基金会的石常务理事，以及在座各位的嘉宾，各位女士，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那首先呢，我要先恭喜我们第九届的所有的杰出经理人，当选的杰出经理人，以及第七届的这个特殊贡献奖，我们郭董事长。那在这个几个月时间呢，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初审的委员，以及复审委员，以及成功，也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我们杨政务委员，我们李副市长，还有所有的贵宾，还有各位理事长，还有所有的各会的会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晚安。我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已经是第九届，那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我们有来自台南地区的参选人跟当选人，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我们也增加了一个新的很夯的产业，就是文创产业，那也有文创产业的当选人。那这两个特色呢，让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呢已经再次成为南台湾最重要的颁奖典礼。所以我们认为今天的晚会呢肯定是非常的顺利成功。那再次呢恭喜所有的当选人，那也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今天七位主席共同这个主持人，那还有很多位贵宾、李副市长，产官学界的各位贵宾、各位得奖人，恭喜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相当荣幸来参加我们第九届高平南杰出经理人的颁奖典礼，还有第七届这个特殊贡献奖颁奖典礼。那我可以从现场看得出来，我们对这个颁奖，我们非常的肯定。那尤其几位特殊贡献奖都是过去很多的好朋友他们堪称为国家为高雄地区贡献非常杰伟。那刚刚也提到，现在国需要这个人才人才库，那人才很多经验的传承确实非常重要。知道台湾的台湾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目前大家最关心、最关切还是经济的问题。那高雄的问题也是高雄最大的问题也是经济的问题。那行政院陈冲院长最近的话开了非常多次经济动能提升方案，今天早上也召开经济动能提升方案的这个政务会谈。那其实这几个月来经济动能提升方案在今天的会中台湾应该有一些绩效成果。那只是说这个没有很这个包装呈现在媒体面前而已所以我想跟大家做个报告。那我想未来这个行政的政策这个要跟各位产业界的朋友大家来互相的结合，就像今天共创共生为台湾、为高雄未来的发展、经济发展共同来努力。祝今天颁奖典礼非常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杨秋兴主任。紧接着我们又邀请
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德副市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我们迎着我们两位主持人哈，今天在座我们主办单位我们七位哈，这个理事长、董事长哈，还有在场的贵宾哈，我们杨秋兴、杨政委哈，还有我们加工区哈，我们赵副处长哈，还有很多很多的产官学的贵宾哈，还有我们第一届哈，第七届哈突出贡献的郭董事长哈，还有各位哈这个得奖人哈，还有各位产业界的先进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这个我是非常非常荣幸哈，这个代表陈局市长哈，那么受邀来参加哈今天晚上的颁奖典礼哈。那么陈局市长呢，本来预定哈要出席今天晚上的哈这个颁奖典礼，但是在傍晚的时候临时有重要的会议哈，那么所以他没有办法及时赶来哈，稍晚一点，如果他事情哈处理的可能晚一点哈会过来也不一定，但是他叫我先来哈，一定要转达哈他对于我们所有得奖人哈的恭贺，以及我们高屏南哈这个中小企业哈，所以对于我们高雄地区哈所创造的产值哈，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哈，以及哈对于啊那个经济哈产业方面的贡献呢，表达非常诚挚的感谢。那么当然啊，要除了恭喜各位得奖人以外呢哈，我也要跟哈各位报告哈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字哈，就是根据行政院哈那么主计处的统计呢哈。那么高雄市哈，到2012年哈，这个9月底哈，那么高雄的就业人口呢哈，达到129万哈，那么这个是比哈2011年1月哈，那么125万呢，整整哈多了将近4万哈，就是39000个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就业哈的成长呢哈，那么是相当的平稳哈。那么这个当然是要特别特别感谢在座所有产业界哈的朋友的贡献哈。那么另外呢哈，就从公司哈这个登记哈的加速来讲的话，今年比去年呢多了大概1400多家，就资本额的增加来讲呢哈，有890几亿哈。那么这个也都是哈，那么高雄哈在产业界呢哈，那么有相当的稳定的成长。那么再一次要感谢大家哈的共同努力，但是有一点呢哈，是我们更要努力的，就是我们发现哈，虽然就业人口增加了，资本额增加了，但是呢，平均的薪资所得啊，增加的没有哈，没有增加哈，所以这点呢哈，我想政府哈，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我们所有产业界的朋友呢，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那么今天借着这样的颁奖机会呢，也希望哈这位各位杰出的经理人呢，能够将你们的哈这个专业哈还有经验呢，提供给大家分享，大家来共同提升哈我们产业的专业哈，那么共同呢为社会国家哈来共同来努力。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多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首先呢，大家为四位得奖人，那在这里我们也非常真诚的恭喜郭敏仁董事长能够得奖。那我们高雄市跨世纪交流协会的宗旨啊，只要是自由互动啊，集合各方的产业的精英啊，整个这个平台然后能够提升我们的企业的升级，还有我们产品的竞争力。那我想我们跟我们今天主办单位的共创共生也是恭喜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大家对产业的发展也都相当的热衷当然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杰出经理人的表扬我想杰出经理人就是要共创共生异业交流彼此的激荡才能够不断的改变持续的创新当然也是透过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得到更大的共识也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得奖人能够有实至名归的感觉那最后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工作人员很努力的投入时间以及评审最后也祝我们今天大会更成功更圆满谢谢各位嘉宾特别感谢是去年因为主办单位的关系我在这边获奖获奖之后其实我们我觉得很庆幸可以集结了很多高雄不同领域特别是设计领域艺术领域相关产业的一些朋友我们成立了高雄文创产业设计联盟
那它简称叫 KCDA。 我们是一个刚开始的社团，我也希望在未来高雄文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可以做得更好。谢谢大家。我们的政府委员李副市长，我们的你这个又一部分各位长官各位我们共同立班的那个理事长跟我的恩师李良坚老师，我是什么时候我记得各位男女的贵宾阿兰各位兄弟来公司肖慈辉总经理，我们非常恭喜他，同时我们邀请到李永德副市长上台为我们颁奖。李永德副市长代表颁奖。下一位得奖者蔡荣台总经理，请准备。我们前半段是颁奖典礼，后半段才是致辞感言。这是用香楠木制成的奖杯，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先挂的朋友，请在下半段再上来，好吗？副市长，请留步，我们还有下一个颁奖讲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也是总经理奖项，得奖者是来自中日新。热烈掌声，恭喜我们的蔡荣台总经理得奖。
希望他们事业顺利。